你要夹哪一只？哪一只？佩佩猪哟。好好好。哦，又有机会了。哎，听说夹娃娃很难呢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教人夹娃娃的，是 SHTV， 我们去找他好不好，罗宾？好，走。你要米妮是不是？米妮，要不把雕打大。好啦，米妮啦，就米妮了啦。啊！我们要再夹后方。夹建议还是夹前面？夹前面吗？你要有打一下。你先求安全。对啊。现在全下装。猴子吗？猴子啊。龟啊，还有猴子啊，还有两只熊熊。好，我先夹猴子好了。哦，你说橘色那是乌龟，我说正前方橘色那是。哦，没有橘色乌龟，那是猴子。猴子哦，讲错了，正前方乌龟前方那一个。赶紧就到了，妈妈发烧了。哇！还有一枚吗？还有一枚吗？还有一枚啊。啊，最后一枚，最后一枚。嗯，猴子吗？好了，好，夹乌龟，乌龟，乌龟。乌龟是没事，拉脚就好了。橘色那一只猴子吗？对，对啊，拉脚就好了。啊！一看就知道。没有夹到，我准备要去吊单杠了。啊！没有，没事。哇，真的好厉害！好了，你就用这边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好了，那我就接受惩罚吧。走，等一下，哎呀，这个是大小猴子，对，其实啊，就是说其实夹娃娃呢，就是不容易啊。其实夹娃真的还是不容易啊，因为这个还是要交给这个比较不专业中的专业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我来预接受惩罚啦，那我们就是走吧。是 OK 啦，啊，你不是在中药啊？没关系啦，这个好玩就好啦，好玩就好了。对，相信这次呢 ，Ryan 也学到很多。那我们各位小思思，各位那个小罗宾们，小罗宾。是不是？还有小亨利、小 Stanley， 对，有看我们影片的要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我们订阅的资讯都在说明栏，还有两边的订阅栏都可以看到哦，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。觉得有趣的或者有什么建议的，都在下面留言吧。下次见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啦，那个我跟亨利呢挑战这个夹娃娃，我输了，所以我愿赌服输啦。刚刚那个是真笑，哎，现在是真的是三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哦，你疯了，第三下还上来。
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给你休息十秒。你数啊。5秒，3、2、1，走。